7月19日，女神高圆圆亮相某品牌新闻发布会，宣布 B 轮融资达数亿元。高圆圆一袭薄纱上衣，清凉亮相露灿笑，心情十分好。当天，该品牌对外宣布 B 轮融资达数亿元，而高圆圆在此项目中投了天使轮和 A 轮共计两轮。据悉，此次 B 轮融资被稀释股份额为 15%，如果按融资金额3亿计算的话，此轮估值已达20亿。而此前高圆圆投了天使轮和 A 轮，占股至少有5%，这样算下来，高圆圆一年就赚了1亿，真是厉害了我的圆圆。网友也纷纷评论道：“高圆圆又美又有投资头脑，怪不得不用拍戏也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”